阿佛啊，爱好好用心嘛，每一天都是甲大家人谈心，自己心嘛，会当互咱成就一切，一念心嘛，也会互咱造成真多恶业，一切皆由一念心做。咱前面讲过了，善思，善思也是同款一念心。佛陀啊，十好记住，也就是十得记住，得就是修来啦。平时呢，爱用心。心用在生活中，用在人事物理中，咱要好好用心，来去就会当自如啦。建立一个无量世界，这无量世界啊，众生世界、物质世界等等啦，佛陀进出自如，那人啊，拢是受这个世界环境呢，而影响咱，和咱的心不得自在，佛陀呢？代价啊，伊会当进出自如啊，随顺众生的心欲来说法啦。所以，这是已经明了世间的苦难。所以，佛陀说法的初始呀，嘛是同款，开始用大家人就说。苦啊，苦集灭道，释迦佛已经呢，就是了解世间的苦相、苦的真理。任何一个人来到世间，就是啊，无离开了这个苦难。其实啊，这个苦难是从众生心欲所造成的啦。人来的时源头感就是父母的欲呢，父母心欲啊，感不就是咱众生呢过去甲父母所结的缘呢？所以啊，众生啊，这个苦难就是来自于心的欲所造成的啦。所以从生死烦恼中，而令令众生闻法欢喜，善令导向无上菩提。这是福德，福德啊！了解众生的苦，源头是从心欲开始，来到这个世间，因应众生。个人的习气无同啊，所欲不同啊，今生来一世人所做的业，到头来就是死。这中间呢，伊遐的烦恼啊，肯定不休。这种的习气呢，要叫伊听法啦、啊，
实在有困难，听话呢，会当接受也是无简单。来接受入去呢，会当入心嘛，起着欢喜，这呢更搁较无容易。不过佛陀啊，伊个比地相近，伊无受障碍，众生的烦恼对佛来讲无障碍啦，所以伊会当从生死烦恼中，而使令众生呢会当听法欢喜哦。这就是佛陀伊个善舍。来去自如，不管什么款的众生，什么款的境界，一入迄个众生境界呢，伊都会当善舍哦，进出无困难呐、啊。目的呢，就是爱使令众生听法欢喜呀，搁在呢善令道向无上。菩提，这就是佛陀啊！伊的悲已经过去呢，的慈悲，甲众生累积了真济的好缘，所以众生听到伊说法，都会欢喜啦。咱过去唔是讲过啊，有缘的人呐、啊，讲的话呢？拢总是法，也那无缘的人讲的话，搁较好呢，拢嘛是变作是非啊。总是呢，众生啊，听着未欢喜，啊那有缘，都是欢喜呀、啊，欢喜就会当接受啦。所以呢，会当善令道向无上菩提，和大家人欢喜哈。这呢是佛陀啊，过去的慈悲，甲大家人结的好缘啊，运用伊的智慧呢，在人群中说法，这叫做善舍一德。再来呢，就是世间界啊，世间界就是讲佛的有情世间及一切。众生种种心欲，种种痴迷业报，及弃世间之物体，成住坏空，悉令解了。有情的世间，凡是呢有生命的物件，都拢叫做有情。一切的有情都有心欲啊！你看多一项。动物呢，不是因为那个心欲在延伸吗？不管什么款的新型的动物，它会当搁在这里延伸落去，搁在下一代、下一代。想一想，不管是什么动物，动物的世界就是安尼啦，这个心欲啊，种种。痴迷业报，心呢，就是烦恼啊，痴啊，就是啊，暗昧啦，心真暗啦，无光明，所以这拢总是咱众生的业啊，烦恼，搁在及弃世间之物体。行住坏空，悉令解了。这都是佛陀伊的智慧，一旦解了世间，不管有情无情，只要你目睭看会到遐个物件，或者是咱大个空间，这叫做弃世间。弃世间所有的物体，皆是。行住坏空，无一项永远伫咧啦。讲天下大地山河，山河大地呢，是不是永远拢无变呢？
还是同样会有变啦。有时阵，大自然的法则，大自然的世代，世代威力真大的。伊那是世代凋红，那就是风调雨顺啦，山河大地啊，都平平安安。或者是一不凋红，山河大地啊，那就是秀飞香，一时之间都变了啦。所以想看卖佛陀呢，对有情世间一切众生种种的心欲，众生的生死苦难等等啊，这个生老病死大自然的法则，在这里人世间有情六道轮回中，无一项无清楚，尤其是呢。在这个空间，这气世间所有的物体的世界，佛陀更搁再较了然清楚，好亲像呢，在树林的面顶啦，所伫咧看的秋分清清楚楚，所以佛陀对人真了解，对世间真了解啊。在教用呢，伊嘛是用智慧。有一个时间，佛陀在世迄当阵啊，大好是结下安居，过了后无偌久的时间呢，有一位地主啊，从远方来，那向佛陀恭敬顶礼问安啊。佛陀看到这位地主呢，这么远的所在来啦，坐着，伊就问伊讲：“那你对叨位来呀？”这地主呢，回答的就：“我是从协山而来。”哦，路途远吼，啊，有一段时间，从结下安居结束了后。心思念着佛啦，所以从迄当阵就开始起步啦，一直到现在，才会当来到这看到佛陀啊，向佛陀请安呐、啊。佛陀就问伊讲：“那这回结下安居平安吗？”这位地主呢？开始就回答啦，啊，佛陀慈悲关心啦、啊。今年我结下安居，在迄个协山的所在，环境真好。我伫迄个所在，心真安静啊，生活呢，也过会用的啦。啊，进出呢，也是平安。只敢那有一项缺点呢？定佛陀就问讲：什么款的缺点呢？伊讲啊，那到个黄昏夜暗的时，迄鸟啊，真多啊，都拢会挖来伫这个所安居的周围，啊，叫声。真差啦！暗来呢，想要安定啦，打坐啊，就是叫声呢，真差真杂吧。那佛陀就问伊讲：“哦，那安尼，恁敢有想要搁倒转去迄个所在安居呢？敢有欢喜迄个地方？”地主就回答讲：“迄、那个所在真正是真适合阮修行，只是唯一的缺点是暗时鸟多啦，鸟声嘈杂啊，较困扰啦，暗时无法度呢安心静心落来。”
佛陀就教伊一个方法讲啊，那阿弥，你若转去啦，开始黄昏的时，听到鸟声来呀，你爱真虔诚，合掌，甲鸟啊安尼讲。主鸟啊，我真需要你这个毛啊，我爱你的鸟毛，我需要你的鸟毛来供养啊。在鸟啊开始来的时候，并无多，却是呢，听到比丘滚呐，安尼呢，合掌向鸟祈求。希望因献出因的鸟毛来供养，在鸟啊呢，开始鸟群呐，好多赶紧去开会咯吼。啊，现在比丘啊，对咱开始有所求咯。啊，因所欲求的呢，是咱的身躯的鸟毛啊。啊，各位啊。大家人想好清楚，咱到底呢要把咱的鸟毛供养出去啊？无，鸟啊听到呢，所有的鸟群都讲，咱辛苦啦，最宝贵的是咱的毛啊，咱哪会当把毛供养出去呢？哦，啊那袂用的供养啊，那咱都唔通集伫这个所在咯。比丘所要求呢，咱既然无法度好，咱就要赶紧远离啊！果然呐，从安尼开始，迄阿妈开始就静悄悄咯吼，鸟啊拢唔敢话来咯。那过无偌久，比丘来向佛陀感恩呐，佛陀给我这个饭呢。啊，即卖现在，迄、那个修行的环境啊，日时头真清凉，暗时真宁静，果然呢是一个修行最好的道场。佛陀就搁再甲大家人开示咯，比起我，大家人都爱知，连鸟啊是有情的众生。伊家己呢，啊，会晓疼惜伊的羽毛啊，何况讲咱众生啊、人啊、人类呢，应该爱更会晓自爱，咱爱疼惜咱的慧命。时间会当好成就咱的慧命啊，饭呢会当成长咱的慧命，咱。敢会当不如遐个鸟啊，疼惜伊个性命，这都是佛陀的智慧，用这种个环境啊来教育友情，所以这个气世间物体啦、啊、环境啊，一切呢都有环境啊优点、缺点。存在友情呢，都有共同呢，特别追求的欲吼，那也有家己爱保护家己的情，真呢就是友情界啊，这种的友情界呢，拢是伫迷茫啦，伫痴迷中啊，所以。佛陀也不断来人间呐，向人间说法吼，这必定爱有伊诶福甲福，才有法领导世间呐，向世间有情说法。再来呢，就是无上士啊，无上士，那其实佛陀呢，十好其中之一的。德行，那就是讲以种种法，使令一切众生未众生观者令众，未成熟者令成熟，已成熟者成菩提。最近我定下甲大家人讲，
佛陀来人间为一代事因缘，莫非呢？就是要把这爱的精致啦、智慧的道路，就是要铺出来、铺向予人人，会当走上这条路。感悟的精致，伫人人的心底啊，未来予人人呢心底去经营这粒幽静感悟的精致啦。常常讲托弘者，托弘者。佛陀呢，就是伫众生啊真慌乱的心地中呢，要来甲咱教导啊，安怎样？甲这个心地整理好好，好好呢，整理该脱风，甲这个乱象啊，该低调，安怎样呢？这个心境啊，制作真美妙的心境吼。那安怎样可以善种呢？在这片的心地呢，安尼该经营，该经济落地啊！那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所要教育的，伊的智慧。那面对着众生呢，的方法就是用种种的法，疏令一切众生。未将善根灵种，未成熟，可以根成熟；已成熟，爱会当成立菩提林吼，爱成菩提啦。各位菩萨，佛陀呢，以智慧啊，加慈悲啊，有了慈悲呢，才会当有好缘呐。结好缘，众生才会起欢喜心。欢喜心才会当接受法，那会当接受法呢？友情啊，迷茫中呢，才会当觉悟。利用人人觉悟呢，爱国再会了解这个气世间呐、啊，种种的道理哈、哦。不管友情、无情呐、啊，一切呢都是得佛觉悟，佛陀呢以。了如指掌啊，都亲像翻掌来看秋分，这样子容易。确实，咱众生呢，还是也够真迷茫吼。所以，请大家人啊，要觉悟是咱的本性，啊，觉悟无困难，只爱呢，咱时时多用心嘛。